你知道全尺寸 SUV 的鼻祖是哪一款车吗？没错，它就是吉普的大瓦格尼。一提起吉普这个经典的汽车品牌，可能大多数人首先想起的就是吉普牧马人。作为硬派越野车领域的扛把子，牧马人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硬派越野车迷的梦想座驾。而如今吉普更是直接复活了曾经的经典车型大瓦格尼，停产30年后的强势回归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大瓦格尼是吉普历史上绝对的战神级产品。作为吉普旗下的全新旗舰 SUV， 可以看得出大瓦格尼不仅注重越野方面的提升，产品设计方面更加的现代化，更具科技感，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美式豪华 SUV。 吉普全新大瓦格尼的迷人之处还在于它坚持了大牌自吸的情怀，它搭载的是一台 6.4 升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，最大输出功率525匹马力，最大扭矩617牛米。其实对于车迷来说，大自吸发动机的魅力不在于它的数据有多牛，而是踩下油门时更直接的动力响应和咆哮的声浪，让很多越野玩家都深爱不已。另外，传动方面匹配 ERS 系统的八速自动变速箱，零百加速6秒内。这款新车还配有四轮驱动系统以及空气悬架，硬件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给力。总的来说，它有着美式大 SUV 的硬派和复古，还有着现代豪华车上该有的高级感，还保留了 V8 大牌自吸引擎。像这样的一台全新的吉普大瓦格尼，你心动了吗？